们今天就来玩地球灭亡前60秒。哇，这个游戏，我是好像是没有别的东西录啊，我就玩一下这个游戏吧。来，开始。然后紧急新闻，哇，这个文字有点。美国宇航局刚刚表示，陨石将很快将与地球相撞，地球将被摧毁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我们在地球被毁灭。啊，我不懂这个翻译什么。离陨石相撞还有60秒。我刚刚说了什么鬼？我只剩60秒可以活了吗？哇，这个我勒个去！我花20年才爬上这个新闻主播位置。哇，你这二十年到底在干嘛？拉倒吧！哎，谁？我也懒得管我的新闻主播是。Hello， 警察，这边有一个暴露狂啊！地球真的要毁灭了吗？你还这么淡定看着那个新闻主播哎、欸，哇，摇来摇去啊！我剩下60秒要干啥好？非法的也行吗？种个苹果树与咋？可以啊，我觉得种苹果树可以。走吧 ，OK 哦。然后有 A 跟 D 移动 A 跟 D， 然后暴力行为4G， 然后变态行为是什么呢？等下来看一下。变态行为，这是什么？暴露狂！哦，给我一个棒来，谢谢！哇哦，这辆车，啪，打个球这样子，这是狗呢？哦，他死了。哎，哦，可以这样走。你们在亲什么？亲什么？哇！你是在摸？哇！你是在摸？哇！恶狗拦路！哇！这人是什么、欸？又是一个棒球的。哎、欸，你拿枪哎、欸！哇！谢拿枪。啊，这什么鬼来的？点击使用。最终还是死了，不过这辈子还是过不错的，打了一堆用木棒打了一堆人，过得不错。我只看得见白色的风景，这是啥？这里是天堂吗？你杀了这么多人，你还讲天堂？快起来吧！啊，这是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性格测试。What the？ 没错，我们就用黑暗帝国、黑客帝国一样。真实性还有其实你的家人一起看了测试画面。哇啦，这么，我觉得幸亏提前参加了性格测试，我同意应该把他从社会隔绝呢。不得劲的时候也要拉别人下水的那种，用核武杀死每一个活人，丧尸病狂。我们干脆把我们全杀了，反正我们有一天我们都得死。哇，你这个智子也有一点，长大后也要杀多一点人。拖下水夹到绝地猎吧。哦，所以这边有，4、6、9个啊。这样的话有点，杀人魔这个应该很明显，我来试他。杀人魔，冲！哎，我终于在 unhatch， 走开！走开！哦，棒球对手，哇，还是死啊，还是情侣，哇！请问你在干嘛 ？Go！又是一堆情侣 ，Go！ 你想从一个地铁莫名其妙这样消失出去啊 ？Go！ 走开！
走开，走开。不行，还有活人啊。哦，你是活人啊。哦，死死死死。时间到。这一趴可以慢慢跳过，跳过，跳过，一样，应该是一样吧，又是一样的东西。测试画面，一样的。儿子，没想到你简直就是人渣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没有，想选择杀人，咱们分手吧。杀人的时候咋还笑？好玩吗？那什么像长这样哭的声？哇，怎么办呢？分手。Get ready。谢谢。狗狗走开。赖松走开。你也走开。情侣们走开。恶狗走开。科学家走开。你拿枪更加要走开。到，我还能再走吗？没有。走开，走开！你这个暴露狂，更加走开。哇塞！我一个不小心把这个火箭射爆哦，一起死吧！哎呀，来不及啊！你好，警察吗？有一个神经病，你们快来抓他！反正你的事就见一个杀一个。你说没错，反正我哪天也得死，你杀我和我自己死都这样啊！我老枪是这样打吗？棒球这么挥吗？疯狂杀人魔！哦，没警察，怎么那个智子也跟着被抓？啊！我的疯狂杀人魔被加入到结局列表。出柜独自逃跑，发呆，发呆那个应该很简单哦。发呆的话就是静静 AFK 吧，不是吗？来吧。Get ready。发呆。哇，发呆有点难。哇，怎么想要打人？你个不然不是发呆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. Ready. 好 ，OK。神奇的舞蹈，地球爆炸！这才是我儿子吗？太感到，如果你伤害别人，我真的会很失望啊！太欣慰的情感，我觉得什么情况什么都不要做好比较好。如果我是你，一定站在那边的，我不伤害任何人，这才是我男朋友嘛！真的，这真不错。阿郎，这是什么鬼的？无聊。
发呆已加入到节制列表。